全球全世界呢最最有人情味的，我们也看到台东永明佛寺明峰寺我们也启动在台湾哦。我们明峰寺是华严就是华正世界三圣华严三圣。那我们永明佛寺是释迦道场富国道场。那我们当然在台中的雪山这是我们的这个娑婆教主所以这个双方启动呢，带领让全世界从中部的行政区块从整个从嘉义以下当中的整个未来经济，甚至从苗栗以上的整个从世界宏观，再透过我们花东整个莲花佛果，我们启动逢来仙岛，也期盼全世界呢，因为我们最原始的佛果在人间彰显，也期盼人类能够透过这一世，我们这一世都要成佛，所以来走成佛之道。我们12月16、17，也就是佛陀的诞辰，我们也是成佛之道了。所以，我们透过所有的七众弟子，都是必定。当身就是当下即身成佛，那未来学习会来学习的都是未来佛，也期盼你们一进入学习佛法就当下成就了，也期盼我们今日能够在我们台湾太平洋最美世界最美的人心，也就在我们永明佛寺，还有在我们的出路转法轮的地方明峰寺，也在我们整个最纯净的雪山之中，我们再次的启动，也期盼我们所有的佛陀的七众弟子都能够因为我们在人间实践一步一脚印，能够将人间最美的人心开展，如同在西方极乐世界了。也期盼您看到这个影片，更能够呢相信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具足，我回到自身的真主人了。所以呢重重无尽的空间，所以人体大藏经的整个发源地就在此正式启动了。学习从我们的逻辑概念的白净式白净法白净深入到佛法启动无所不在成佛直到在此生。感恩一切荣耀全部都要彰显阿弥陀佛。